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21愿悔过得生愿。我们先将经文读诵一遍啊。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至悔过，唯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这个在讲记148页。我们这一生所造。过去生生世世所造都是数恶。那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以前已经造的，阿弥陀佛说了，即至悔过。这个格言别录当中也说。弥天罪恶当不得一个悔字，懂得忏悔，再大的罪业能够把它忏除。《了凡四训》也说，千年幽谷这是譬喻了，一灯才照。千年之暗俱除了，这一灯就是人的真心了，心光亮了，用真心了，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落空时，罪亦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同修真的听经真的思维到自己错了觉得太对不起家人朋友哇，痛哭流涕那个哭声震天呐。结果忏悔完了，一看脸色都变了。那发自内心这个忏除罪业的力量非常大。这个数恶要悔过忏悔。当然这一愿也提醒我们即至悔过了。别再造了，所以净土是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不要再造新的罪业了。这一点我们要学习颜回的不贰过了。而当我们认知到这个过对自己的伤害，还有对别人的伤害，这个体会深了，不愿意做了。我们举个例子，发脾气了，我们有没有深刻体会发脾气对自己的负面影响，火烧功德林这个是从修行的角度一把火烧了，从对自己身心的影响呢，那发个脾气完了，这身体都觉得很累
心里呢，两三天缓不过来了。大家有没有深深去感受感受啊？哦，看大家的表情，好像很久没发脾气了啊，好像离这个感觉太远了，想象不到哦。那这个是好事啊。假如刚刚才是啊，哇，那应该体会深刻了。现在想要把腰杆挺直了，有点困难啊。发完脾气，能量消耗太大，正气不足。那个对身对心的影响，对他人呢？有个同仁说几个月前说我跟他说话呢比较凶，他几个月都没缓过来后来呢，他听我说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他说：“哎呀，这都几个月前了啊，要放下了。过去勿留滞过去的事别放心上了。他看到我又很高兴了这是他的功夫我一听完。”哎，我没有印象，我有发脾气啊。可是你看，你才提高几度啊，就有可能让一个人啊，心里难受一段时间。假如我们是暴跳如雷了，那可能他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了。我们。看到啊，这个21世纪啊，最严重的是忧郁症我记得啊，强调这一点呢，也是听到人家统计的现象19世纪啊，最严重心脏病20世纪是癌症，这一点我们。可有感受了啊！可现在一听到亲戚朋友生重病癌症的比例很高啊。21世纪忧郁症，我最近这段时间呢，感受很强烈了。最近接触的人呢，忧郁症的比例很高了。佛门说一切事啊，不离因果两个字。忧郁症是果相啊，因在哪？他内心负面的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了，他才现这个果相吧。所以假如。一个家庭里比方说这个孩子十几岁，忧郁症呢？假如父母家人都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个心太粗了。一个天真无邪的脸庞啊，居然可以转成闷闷不乐，你说这是一天两天转的？不可能，那是很多年的时间呢，代表我们父母长辈啊，心比较粗了，设身处地啊，感同身受的心呢，比较提不起来。为什么提不起来？家庭工作啊，压力不小。
整个生活节奏啊，又比较紧凑，人的心啊就比较匆忙。大家感受感受啊，当我们处在每天哇，好像在赶场一样这个心放松吗？哦，所以这个时代啊，理解万岁啊！哦，我们不要一看到一个一二十岁的孩子忧郁症了，就赶快骂他的父母一个孩子有忧郁症了，他的父母的心理啊也不会太健康。这因果相续啊，影响啊！哇，这个时代首先要理解呀。才能让在这个因缘里面，所有心理有问题的人呢，能够缓一缓呢，啊，能够沉淀沉淀呢，不要在这种负面的情绪啊，恶性循环了。而这个忧郁症呢，蛮大的比例啊，都跟小时候成长有关，哎，后面啊发生一些啊，可能人际关系很大的冲突啊，或者发生很不幸的事情啊，那个是助缘，可能从小的这些因呢都没有去掉，然后又遇到重大的缘呢，它那个果相就会现。万法因缘生呢、啊？哦，那当然啊，从因上啊，能把那些负面去掉啊，就好像父母啊，体会到孩子的心呢、啊，也知道过去啊这些发脾气呀、啊，这些言语的伤害啊。对孩子很不好，他体会到了，能在孩子面前呢至诚道歉，可能那个因就可以化掉了，啊，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呢，愿意跟父母对着干，跟父母啊冲突的，没人愿意。他控制不住，啊，那个静缘来了，哇，好多放在内心的情绪啊，就跑出来了。哦，父子有亲啊，是天性啊，跟性德相应啊，违背性德啊，很难受的。哦，所以常跟大家说，观自在呀、啊，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哎，我们的心呢、啊，跟自性相应了，身心都很愉悦。哦，跟自性不相应了，身心呢、啊，都受到烦恼的煎熬了。哦，首先自爱啊、哦，自己身口意啊，跟自性不相应。能感受到那个对自己的伤害，要不愿这么做了，啊，又能感觉到对别人的伤害，那就更柔软体恤呀、啊，别人了，不要再造成同样的伤害了，啊，所以这一愿，啊，极致悔过啊。哎，人忏悔的心很强了，他就会积极去行善了，他要弥补罪过啊。那当然，啊，比方说我们认知到啊，自己脾气大了，啊，下决心改啊，
啊，有没有可能明天就不发脾气了？有可能。啊，假如你明天就不发了，你可能是颜回再来了啊，不贰过了。哎，啊，它有一个过程。啊，但是不能说，哎呀，改不了是正常的啦。哎，可不能有这个念头啊！啊，你起这个念头了，那你那个对峙嗔恨的力道就大打折扣了。啊，虽然可能再犯了，但是还是下决心了，不能再出现了，后不再造。啊，这样就可能了。每天发脾气，改到啊。可能3、5天一次了，接着1、2个月才一次了，接着哎，不认识他了，这个最好了，都有一个过程哈，但是决心很重要，也不能着急啊，着急又是一个个性的问题了。哎呀，怎么又没改掉？又发脾气了！哎呀，你看又起这些上火、着急的念头，那又本来要去一个嗔恚心啊，去一天两啊，好多什么着急啊、上火全来了。哦，修行人警觉性要高啊，观心为要啊，不要又从。一个习气啊，延伸到好几个习气，通通把它拉出来了啊！别拉其他的习气，拉什么？拉阿弥陀佛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佛即是自心现呐，洪明正章自性啊，净土方显唯心。深深唤醒自己啊！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好，哦，这个师长开解的好啊，149页，急智悔过啊，这个急呀，就马上啊。念佛就是忏悔了，不是又去把那些错又想一遍了，那又造一次了，阿赖耶识又落印象了，所以要想佛念佛，所以念佛就是悔过啊，不要再去想其他。好，不要再去搞别的了。我们看了150页啊，从第二段看起。啊，悔过之后呢，从今之后啊，唯道作善。唯道就是自行化他，作善呢是帮助一切众生。学佛，帮助够条件的同修弘法。哦，这是在道场里啊提到啊，我们有缘在道场服务了，可以自行化他啊，当然在家里也可以自行化他啊，大家不要一听了啊。要到道场才能自行化他。哎，我什么都没说啊，大家也什么都没听。你一走哦，要到道场才能自行化他了。你在家庭里面，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啊，这个家就放光了。啊，人家一接触到你们家，哎呦，你们家氛围真不一样啊！
有没有你孩子的同学来到你们家？哎呀，我好喜欢到你们家来哦。当然第一个东西很好吃啊，哦，四热吧哦，还有哇，你们家的氛围很和谐你看这个是不是放光了？你的亲戚朋友到你们家，都感觉到那种祥和的氛围，然后感受到的时候又看，哇，都是净空老和尚法语，哦，法相，哦，哎，他说，哦，原来你们是跟这个老人家学的，难怪这么好，哎，那不是在画他吗？哎。好，这正极呀，自然能够化人。那谈到成就他人呢、师长这里提了道场当中啊，不能有嫉妒心。举了这个六祖大师德一波啊。来看这1000多年前的事情啊，我们现在的根性啊，要比1000多年前的人比不上哦。1000多年前的人都难免嫉妒障碍啊。假如我们没有高度的警觉性啊，有可能我们在团体里啊，这个嫉妒心在起作用啊。哇，那这个太冤枉了啊！本来可以积功累德了。结果嫉妒心扶不住啊，哦，那造的业就厉害嫉妒是嗔恚啊，这是地狱业因啊，贪心感恶鬼道啊，嗔恚感地狱道所以老人家特别。讲了《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哎，老和尚为什么讲这一部经啊？老和尚是不是？我很想讲这部经。哦，那老和尚就有我很想，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哎，佛说，若说我有说法者，即是谤佛。哎，他是无说而说啊！为什么说呢？随众生心应所自量，众生有感，佛菩萨善知识有应众生嫉妒障碍了，他就有应。因为他要护念众生呢，哦，这个《金刚经》啊，挺重要的哦，让我们判断呢，自己有没有着相啊？因为修行功夫在哪？放下分别执着。起心动念老和尚说呢，到极乐世界再做现在我们看上去我们都是秋冬了这个还讲讲策略四弘誓愿前2愿现在干后2愿呢见了弥陀。但得见弥陀啊，何愁我不开悟？所以重点我们要摆在不要接触人事物产生分别执着。这一点就很重要。可是我们一着相就是执着了，有我相，有人相。
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啊，你一着相啊，你的脑子就一直转这些东西了，佛号不见了。哦，所以我们多次跟大家一起学习啊，刘树云老师讲的啊一段法语啊，我心里不装人，装人爱真多，爱真。执着心了，贪爱嗔恚了，啊，就都落到见思烦恼了。啊，我心里不装事，装是是非多。啊，我心里不装物，装物贪恋多。啊，你一直想那个东西，你就很喜欢那个东西了，要贪恋会增长。啊，我心里只装了阿弥陀佛。好，所以老人家是应我们的机呀，讲了这一部经，啊，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了，主要就是讲了，好像是一群比丘啊。啊，他们听法呢，不，听不受用，很痛苦啊！跑去问弥勒菩萨，我们为什么会是这个状况？啊，弥勒菩萨很善巧，把他们一起带去啊见佛陀，啊，讲了这部经，啊，就是这一群人在前世呢，啊，遇到两个出家人法缘殊胜呢。他们一起毁谤了，就造了这个业因了。啊，我们可冷静想想啊，这个毁谤的话呢，一出去啊，多久啊？几秒钟啊？几分钟啊？啊，这么短的时间呢，果报多久？哇，那部经里面讲了，堕到地狱啊，1800万年了。地狱哦，大家要知道，地狱一日死生呢，啊，那地狱是度日如年呢，地下每经万变呢，一朝苦痛，人间已过百年了。哦，这个劝发菩提心文呢。哇，这一段显安大师开解的很精辟啊，地狱果报，登高山也，举体无完肤啊，啊，攀剑树也，则方寸皆割裂，因小果大，照这个因几秒钟啊，受报，那算结束的话。冷静冷静啊，太冤了。哦，所以深信因果重要啊。所以这一部经就提醒了，决定不能起这个嫉妒的心了。啊，152页。啊，那个老和尚后面说了。啊，对于发心讲经的人呢，看作自己的儿女，用这样的心态啊去照顾他。啊，发心讲经的人，对于护持的常住工作人员，看作父兄。啊，要尊敬。啊，那这个团体呀，才能和睦。才是啊，才能成就，才是六合敬的僧团。啊，那当我们受到护念照顾啊，都不能视为理所当然啊，不然在福报当中啊，很容易就堕落了。
所以劝发菩提心文提到念护法恩，念众生恩，在顺境在福报当中能不堕落啊，不简单哦。逆境磨练人呢，顺境是淘汰人呢。所以顺境比逆境还难受。老和尚的威德大，我们都在他的威德庇应之下。很多道场啊，他的这个财务啊都很困难的。你看，我们晋宗的体系啊，在财务当中都比较宽裕啊，但是要更依照老和尚的教诲去做哦，不然变成狐假虎威啊，就麻烦了。哦，变得有福报了，这个你不做义工，还很多人来做了，那这个就慢了。有人离开了，要反省啊！人家为什么发心这么好来了，结果不想待了？有没有我们做的不妥的地方啊？不然起这个你不做还有人呢，那这个就在顺境里面就要堕落了。所以这个念恩的心啊，跟菩提心相应，所以要不退转呢，一定是感恩心越来越增长。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勘验自己的部分。觉得好像每一天，这个感恩心会自然的涌出来了，是好现象了。哪里有恩德啊？你会感受的，处处都是啊！没有一件事是应该的，都要从感恩。那你在家里，那每个家人都是你感恩的对象。在道场里面，一看到厨房的菩萨，鞠个躬来，谢谢你们，这么辛苦了。因为都不视为理所当然呢，我们对于每一个人的付出，我们就会用心去观察，然后放在心上。哇，那你感恩心增长了，你要落实普贤行啊，就不难了。你都感恩每个人了，你当然礼敬咯。你感恩在心呢，你看到了，你就想表达这一份感谢，是称赞如来了。那感恩是内心出来的，不是挂在嘴上的。你会找机会想要去报恩呢，不广修供养。普贤行跟真心相应啊。所以我们这个念恩的心啊，在哪里练呢？首先是夫妇关系。我讲到这里啊，结婚的人有没有突然心稍微有点卡住啊？本来听得还蛮顺畅的啊，突然这个陈德法师说，首先在另一半练，你看，马上就照出来啊，心上有见人家的过了，一见过啊，就跟普贤行不相应了。你说人呢，这个坏习惯要改掉，要念恩忘怨，不能念怨忘恩啊，那不是搞颠倒了吗？
要护好这一颗心啊！哎呀，看到一个缺点了啊，就一直放大，一直放大了。啊，明明很多付出了，都看不到了，这叫执着啊！你看，着在这个点上了，着在这个习惯上了。啊，一个习气就把所有的好处都给遮盖住了。好，那进一步呢？为道作善。老和尚提到了，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自己求生西方世界。啊，团体呀，弘法利生，把念佛法门、净土五经啊，发扬光大。哎，这个发扬啊，不是只有嘴上讲哦。啊，我们自己感受感受了，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你遇到一个很会讲的人呢，你就信他嘛。啊，可能边听啊，你心里边在那打个问号，哎。为什么？见太多了，我们经历的事不少了。啊、哦，成人的世界啊，人家不是听你说什么的，看你做什么。哦，所以首先我们呢，不要讲太多啊，啊，不要回到家里就夸夸其谈。哎，你讲越多，罩门越多。你讲越多，人家看你做到多少啊？你反而别讲，扎扎实实的一句一句做，人家还没毛病挑你，策略要用正确啊！往生要策略啊，在家里弘法也要策略啊，少说多做。哦，你都没有说了，人家没得挑你啊。你都做，人家很能感受你变了，哦，跟以前不一样了，哎，这个信心就增长，哦，这策略要调整正确啊，不然我们就会讲讲讲啊，讲了呢，人家说，哎，你看你讲那么多，都没做到。然后我们一听啊，很委屈，我讲也是为你们好啊，是吧？哎，求有不得，反求诸己，还是策略不对啊？不要呢，人家给你挑一点毛病，你又觉得啊，好委屈啊，我都为你们好的，还挑我毛病，好。哦，所以孔子说啊，人人弘道啊，非道弘人啊。哦，不是我们拿着经本呢，讲着这些佛言佛语了，就能弘道了。我们的心行呢，跟经典相应了，这个才是发扬光大了。所以，我们一些认知啊，哎，要深入啊。当父母的人，对于教育孩子啊，哎，认知的深不深刻啊？啊，我接触一些家长啊，谈到孩子，我都跟他讲了多少次了，他还是不听。哎，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啊。他对什么是教育啊？讲，他可能那个做啊，那个身教不够重视，这个就是一种认知问题了。啊，这个教治啊，你看老祖宗
创智啊，这个治理都有乾坤呢、啊，都有人生哲理。啊，交字的左边呢，两个叉，下面一个小孩，右边啊，一个手拿着树枝，哎，没有嘴巴哦。所以教不是用嘴巴了，你看古人这个教字没有嘴巴呢，哎，这有味道了。哎，两个叉是第一个叉是父母老师画的，所以小孩模仿力很强，上行下效。啊，右边是耳提面命的意思，你很有耐心啊。陪伴孩子成长，哦，所以这个教啊，不能落在嘴巴的言教而已了，好，纵然在这个道场里啊，烧饭、扫地、抹桌子。啊，抹桌子啊，也是这一个目标，所以功德是相同的，功德是从心上看的，真心啊，这个功德大了，做了没有放心上啊，这功德大，三轮体空啊，坐而无坐。就无做就没放心上了。哦，假如我们做了都放心上，还会拿出来炫耀啊，那就爆掉了。哦，或者有时候团体在讨论事情，啊，我们还会想到自己做了多少，哦，然后还在那，我做的比你多了，哇，那这功德就全爆掉了。哦，所以两文钱呢是圆满的，他真心啊，几千两哇，那已经带一点官气了，那个不圆满了。哦，所以哪怕是烧饭扫地呀，哎，他一心一意啊，就希望大众来这里能受用。啊，能对净土起信心，啊，他这个心是圆满的了。啊，在讲台上讲的呢，也是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啊，弘护都是同样目标方向啊，这才是道场啊。啊，如其不然呢，这个地方就不是道场。所以诸位同修啊。要知道，要记住啊！假如不是同一个目标方向了，那有可能就会产生争吵了，产生是非了，甚至方向搞错了，哇！那是一忙引众忙啊！啊，你负责道场的人方向错了，你把人都给带偏掉了，镶嵌入火坑呢、啊，那不妥了。啊，我们首先看这个道场弘护的人方向目标正不正确。啊，自己的法身慧命啊，不能是稀里糊涂的交出去啊。不能感情用事啊！啊，我们也有遇过啊，带他的人呢、啊、偏了啊，可是他觉得啊，我当初入佛门呢，是因为他带我的啊，那我现在还是要跟着他。我说，那你不是感情用事吗？啊，他带你进，哎，你感他这个恩德。你报他的恩，
不是跟着他做错啊，那不感情用事吗？应该怎样？应该你做对，做得很好，就触动他了，他就会反省了。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这才是真正报他的恩。这要理智的，不能感情用事。没有和合的团体可以依止啊，也不影响我们这一生呢、啊，往生作佛。不要攀缘。好好在家里蹲蹲敬佛，老实念佛，万修万人去啊！有一本书《敬老的话》，他老人家默默无名啊，成就也很高啊。你看好多例子啊，我们台湾。台南将军乡有个老太太本来都是见到庙就拜，就也是很虔诚恭敬。后来儿子娶媳妇了他这个媳妇啊跟他说这个母亲啊，你不要到处拜了你就拜这个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哎，他也接受了。哎，念了没多久啊，几年时间呢？有一天跟孩子说到了你们先吃饭我去洗个澡。那这个儿子媳妇都很孝顺呢，一直等他，等了好久后来。过来一看，他在佛前呢，走了，洗好澡啊，念佛啊，直到阿弥陀佛接他了，走了。哇，这个故事是老和尚在佛光山当时候在那教学的时候啊，听去这个工作的工人讲的啦。大家想一想啊，这个例子啊，影响了多少人的信心呢？哎，缘分很单纯哦，所以除非是很和合的团体我们依众靠众啊，不然不要攀缘哦，不然到时候搞得一大堆是非人我啊，这个就更难清净了。辩持经戒，就是读诵劝诫，天天要念经。念经有两个目的，一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读经不求解义，只是一句接一句的念。使妄想分别执着参透不进来，就是把妄想执着念掉，跟念佛号目标完全相同。这老和尚给我们开解得很清楚了大家去感受感受啊。那种专注读经念佛没有妄念，哇，那个身心整个安定下来。把一部经读完了，你都会觉得身心很舒畅。你在读经的时候呢，起个念头，啥意思啊？你就会觉得不顺了，因为我们在起念头了。在那分别了，
向他直走了。哎，好，好，我们把这个方法，它的理念搞清楚，我们照着去做吧，老实去做啊，就很有受用。为什么对初学者提倡念经？因为你一打妄想啊，经就念错，马上就把妄想找出来了，因为你会念错了，你就不能想了，不然你念不下去了。念佛号啊不容易，一面念佛号一面打妄想啊。你的佛号不得力，所以叫你啊先念经，念到心地清净，念到功夫成片，才专念佛号。啊，这是老人家的善巧啊，因为念经啊，你打妄想容易念错啊，从念经啊练专注，一字一句啊很清楚。养成这个习惯，哦，那读经呢，真的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了。那个时候念佛号啊，那就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好，所以这是过渡时期呀，接引的方法。现在啊，我听同修有说了啊，经呢念了几千遍了啊，很熟了熟到啊念的时候呢还能想其他的事儿，嘴巴还没念错。哦，那这个得自己很真实面对自己的状况啊。念佛当中啊，下莲居老居士有提醒啊。不要轻忽了仰视你这个轻忽了自己在念佛的时候啊，很多妄念一直在打那会造成什么？我们的分别执着啊，在念佛当中增长。因为都在打妄想所以古人说：“口念弥陀，心善乱，喊破喉咙也枉然。”我们警觉性要高学习呀，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天念佛啊，没有越来越得力，那就是念佛当中啊，打妄念的功夫越来越厉害了，不进则退嘛。所以不能让这个现象啊继续下去哦。哦，所以念佛念经啊，都要用第一念哦，不能一直夹杂这些分别执着念哦。哦，所以这个下莲居老居士这段法语啊，我们之前都有提过啊。这个黄念老还有开解哈，有的同修啊发到群里面去啊，大家可以多多熏习这黄老开解啊，都有他一生修学的功夫在其中字字珠玑无论念佛处事，皆当用第一念，
勿用第二念。啊，所以用第一念，第一念是真心，不夹杂分别执着念。那有没有人说我念佛用第一念，可是我做事啊，就用第二念，分别执着念，那你这个功夫都连不起来了。佛法事法，慢慢要把它融成一片了、无二法门啊，你念佛念得很清净啊，你要把这种状态啊，要用在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啊。我们看到念佛时，一切莫管，字句分明。平平常常，老实念去。念经也是这样啊。你念经的时候要一切莫管啊，专注念，一字一句念清楚。平平常常，老实念去。即所谓第一念呢。若今照普度，照就是急躁了。念佛念经啊，不能起急躁的心了。今是装个样子给人家看的，这个都是明文的。你看，旁边有人跟着一起念，让他们看我看起来修得挺好。我以前初学佛的时候就遇过了。有个同修，他就在那打坐，坐了好一会呢，站起来对我说：“今天佛没有来。”他就走了。哇，咋这么厉害啊？都知道佛来了没有？我也不知道他的境界哈。可是我看呢，在那里炫耀。我看就不是很对劲啊，常常在讲，我常常梦到老和尚啊，你小心了啊，有点炫耀的味道了，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啊，普度啊，你就是还在那里想事啊，计量事情啊。万缘放下，希冀玄妙，你有求瑞相了、人是很容易着相的，比方说今天你念，念得很受用，你明天念的时候啊，就产生，希望像昨天一样，你起这个念头就是障碍了。怎么我今天念的没有像昨天这么这么在状况内呢？连这些念头都炸掉了。我们讲课的人也会有这样讲讲讲，好像不是很顺呢。心里还在那纠结怎么今天不在状况内呢？你越想越不在状况内了。人要在当下能关照自己的心，有没有出现执着了？当下去调整。所以大家假如看到我的语速突然慢下来了，可能我就是在调整调整，状况，我讲这个，又让大家多一个念头啊！这个陈德华是停了3秒钟啊，他可能刚刚心情不大好，是吗？我的意思是说，人要很清楚自己当下的状态有没有产生妄念，产生分别执着，要马上去调整自己的。或济公求术，
哎呀，我这样念了，有没有很有功德啊？哦，会不会很快就能一心不乱了呢？在那里求快速了，不念过去，不念未来，专念现前一句。不求一心，不断妄想，你求一心就会着急了。你想断妄想，你很用力呀。妄念随它去，你只专注你的佛号就好了。不要在那里，我要把妄念砍断。用力用得很重啊。把前世练武的那个劲都用上来了。我小时候也很喜欢。这个耍刀弄枪的那个过去生的习气或背镜向心我现在外面我都不管了，我就往我的内心求吧，连这些念头都别起了。为什么？你还有一个境，还有一个心啊，它还是相对的。虽然这个念头已经比在那打妄想好了，但毕竟还是个念呢，还是个妄念这个十本不离，直趋绝路一直这样念下去，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绝代圆融，不要有对待起了这些念头啊，那就流入第二念了第一念是智，第二念是事，事就是分别执着随事即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打这些妄想就开始染污了。有爱憎了，有人我了，有这个贪恋了，依智则静，你依智慧，慢慢的这个心呢就清静下来了。接着呢，你看夏老这一句话就包含一切境界了，念佛处世，我们没有境缘。没有要去处理事情啊，就是念佛啊！事情来了，真心去处理，也是用第一念呢。处事时啊，豁然而大公，不能有私心。大家去感受感受一个人起私心的时候啊，自己身心有没有感觉到？不是很放松了，不是很畅快了，有一点怪怪的，又有一点忍不住，觉得不应该这样，但是又有一点忍不住，你看，那这观自在啊，都不自在了，那种没有掺杂一丝一毫私心啊，哎呀，那个处理事情痛快。物来而顺应，物就是境缘来了，顺应，恒顺因缘恒顺众生。今天我们遇到什么人事境缘觉得不舒服了，有情绪了。不是对方给我们的是我们的习气呀，跟他的习气杠上了。他提醒啊，我们内在的习气出现了。你假如没有习气呀，
那他有习气也障碍不了你，因为你会恒顺众生。哦，你看老和尚遇到一个弟子，老和尚，今天你不帮我圆顶啊，我就不走了。哇，你看他习气现前啊，很固执啊，还带点威胁啊，这个威胁自己的老师啊，不是很妥当啊。哎，我们有时候那个习气再来啊，真的如入无人之境啊。这个老和尚说：“好，你不走，我走啊。”没跟他杠上。哦，你只要起来，我教训你一顿啊！你那个习气跟习气杠上了，哎，你不走，我走啊。哎。要能恒顺因缘所以发觉对方很固执了，你就不要硬要去跟他说理了，那变成自己也固执了。你先恒顺不要防堵，要疏导，大禹治水呀。这个是我们的圣王留给我们的风范我们要会用啊。那个治水的原理啊，跟调剂人心人情啊，那是通的。要先顺，孝顺孝顺啊，这个是对父母他已经起情绪了，你不要再顶他的情绪，先顺。那个情绪你不顶他呢？等他那个情绪这一阵子一过啊，他不好意思了，之后就更好沟通了。他起情绪你也跟他顶，后来他想道歉也道歉不出来了，是吧？哎，好，所以物来而顺应了。事未至，勿将迎。事情还没到，不要去烦恼那就变未来烦恼了。事已过，勿留滞。过了就过了，不要挂在心上。检讨完了就放下它了。这个就是用心如镜啊，像镜子一样坦坦荡荡，见空恒平。看你都没有私心啊，很坦荡，哇，那个大乐莫如无愧坐啊！人生最大的乐什么？对得起人没有愧对人躺下去几秒钟就睡着了你有对不起人夜阑人静良心不安见空，这个见就是指镜子了，以史为镜嘛，那镜子我们看照得清清楚楚，但是不染污，心地清净，我们面对事情，哎，看得清楚，但是里面不产生人我是非，其实啊。我们于诸众生示弱自己就不容易起人我是非。哪怕他有做错事你都只是想着怎么帮助护念他，你不会跟他起对立衡平你看衡度量衡这个都是测量的，你要公平不能有偏心了，这是第一念的。若计较人我，起这种念呢，这就是分别执着了，沾顾得失，哇，得失心在其中了，你就不能大公无私了，或迁于感情，或基于义气这个就流入第二念了，第一念是理。理智
第二念是欲了，利欲了，欲令自迷，利令自昏了，寻欲即暗了，看不清楚了。寻理则明啊，遵循理智啊，你看事情就越来越明白了。哦，所以啊，念佛念经啊，做事啊，都在练第一念了，练真心啊。啊，练戒定慧一次完成了。你看我们在处理事的时候，持戒啊。然后处理事呢，不取相，不取于相，不着相，不动情绪，如如不动。你在境界当中都在练了、然后看事情很客观，没有偏私，很真诚，公身明嘛，诚身明，从容身明，处理事不要着急。这样你就有智慧啊！你看的人事物看得清楚啊。其实我们在面对事的时候啊，要不断调自己的心。哦，哎，这个人很无理了。重要的是，我不会因为他无理啊，我产生对立的情绪了，产生不舒服了。那就要马上调整自己了，要跟一切众生结善缘。他无理，那是他的事；我受他影响，那就是我的事了。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自己要对啊。假如他无理，我也动情绪，那不叫半斤八两啊。对呀、啊，我们也没比人家高啊，那也没什么资格去批评他了。纯是利益人的心。他无理了，他毕竟也是个缘呢、啊。哎，我们要怎么做啊，才能跟他结善缘？你常常这样去思维啊。心地慢慢就柔软了，那师长接着说了，念经的第二个目标啊，是依教奉行。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做法，到底哪些是善的，哪些是恶的，经典为我们说出来。经上讲那些哪些是善法，劝我们要做；哪些是恶法，劝我们不能做。经念得很熟啊，一遇到事情啊，你就能立刻判断是善是恶，是善就做，是恶就止。这个就是修行的依靠了。我们随顺经典的教诲了，不随顺烦恼习气了。专求白法，白就是善法。所以老和尚说，把《无量寿经》变成人生的剧本，照着剧本演了，不能违背剧本了。身口意。善护口业，不其他故啊！善护身业，不是律仪啊！你的威仪也要注意啊！现在人呢，要尊重一个人不容易啊！要怀疑轻慢一个人很容易啊！你不注重威仪啊，一些动作又很粗鲁啊，人家看了都没信心呢、啊！比方打哈欠啊，嘴巴打那么大，旁边的人都看了，吓一跳啊！我这个人还在讲课了，你看你那个嘴巴跟河马一样，人家那个印象太深了嘛，
那下一次要对你产生恭敬，被这个镜头给卡住了，所以大家别考验我大家打哈欠的时候，这个手啊稍微捂一下，不然我也会被境界转，我功夫不够啊，一看你打哈欠呢。我本来灵感如涌泉啊，突然间没灵感了。我们这个去听去道场听这个法师讲课要护持道场啊，我们威仪也会影响是吧？你听的时候很说这好像他有灵感了，三护深夜不思虑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这个都要变成生活自己的意，有染污的，阿弥陀佛，放下。贤护等16正事啊，我们要会护自己啊。修行在哪里啊？在起心动念之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但不着断恶的相，也不着行善的相，这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保持清净心。《金刚经》也强调这个应无所住啊，行于布施啊，应无所住就是心清净了啊，布施没有放心上经教要是不熟啊，你依什么修行？那可能就会依自己的妄想修行了，这个靠不住了啊，你以为是善的。说不定啊，是恶了。你以为是恶的，说不定是善的。你把是非善恶都搞颠倒了。所以啊，要依经典上的教训来修正我们的见解、思想、行持。读经是这两个目标。这是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你看老和尚这个辩持经界给我们开的这么彻底所以辩持经界一句包括三福末后的两句读诵大乘劝进行者那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那这一句是这一愿的主旨。命中之后绝对不会再堕三恶道了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给我们的保证这话必须加以解释因为前面曾说愿生我刹，我已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会再堕三恶道？这是说通常一个罪业深重之人，必定堕恶道。因为他念佛，依照无量寿经的方法来修行，发愿求生净土。所以虽然造很重的罪业，照观经上讲造五逆十恶这么样重的罪，都不堕三恶道，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弥陀愿力不可思议你造的业重。可是你愿意求生呢？就好像印祖的比喻了。
阿弥陀佛的愿呢，就好像一条很大的法床呢，船呢，法船呢。啊，我们业很重啊，就好像一块大石头啊。那石头那么重呢，你要过生死海啊，一定沉下去的。可是我们肯把它放在阿弥陀佛的法船上啊，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把我们托起来了。哦，所以不能再错过了啊！我们要大步跨上法船了啊！那前面第十八愿说了，唯除忤逆啊，诽谤正法。好，主要的一句啊，是在诽谤正法啊，因为你对这个法门不相信呢，当然要堕落。哦，那个《无量寿经》《观经》，哎，我们要对照对照啊，关键就找出来了。啊啊，一个说忤逆十恶，可以往生啊；一个说忤逆十恶啊，不能往生，是因为有这一句诽谤正法，他不相信了。哦，这个公案很多啊。唐朝张善和杀牛杀了一辈子了，那个业也很重啊。但临终，他相信，他肯念，哎，就往生极乐世界了。好，如果你对这个法门深信不疑，再重的罪业啊，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好，所以一定要在修学的过程中啊。彻底了解明白，知道自己呀、啊、要怎么修啊，这才是真正要紧之处。信重要啊，真信就会切愿了、啊。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讲到了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啊。孩子犯的错再大，父母啊，随时希望他赶快回头啊，赶快回家来啊。哦，所以不要怀疑弥陀的大慈大悲。好，所以业重啊，不怕，不担忧。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哦，所以善导大师注解《观经释铁书》啊，说到了汝正念直来啊，那佛阿弥陀佛在对岸呢、啊，汝正念直来，我能护汝啊。正念就是这一句万德洪名啊，阿弥陀佛可以把你护过来了。好，若不讹者，不取正觉。啊，如果这一愿呢不能圆满，阿弥陀佛啊誓不成佛。啊，他现在啊在西方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啊，可见这一愿呢也兑现了。这是四十八愿里的第21悔过得生愿。在此处啊。啊，我还有几句话要补充。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两种方式。啊，一种啊是积功累德，依教奉行的；一种是啊临命终时啊念佛忏悔往生的。啊，把这一愿与第十八愿合起来看，哦，那。是临终忏悔往生的，那这有两种情形，一是他有宿恶，他在临终的时候才闻阿弥陀佛名啊，才知道有极乐世界；
一是在平常造恶业、做恶业的时候啊，闻名。平常造作很多恶业，现在听到阿弥陀佛，能够信受奉行，改过自新，那我们这一两代人呢，可能都是成年才学佛了，那老人家指的就是我们这个情况了，这是这一愿包括的。平常造作恶业，没有机会闻到佛法，到临命终时啊，遇到善知识劝导他才闻到啊，立刻就能相信，发愿往生，一心持持名号，也是悔过，为道作善往生的。他的为道作善呢？虽然时间短，他临终才听到，才念佛啊，但是很诚心啊，哇，那个佛号消业力量很强，即是18愿所说的，所以包括的境界啊非常之广，18愿是乃至10念嘛，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我们呢，这个深入48愿呢，48愿展开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啊。你看，好，这个其他的这个经文呢，都在把48愿诠释清楚啊。所以，我们深入48愿呢，我们会有判断力的。我们的心行啊，要跟18愿相应。你看下一愿呢，国无妇女，国无女人愿，厌女转男愿，莲花化身愿。老和尚说了，现在看见有人画极乐世界图啊，有女人。哦，那这个不符合48愿的，不妥了。极乐世界的状况啊，我们都要依48愿呢。我听到有人说了，这个有一个人呢，说他明心见性了，还带着小朋友到极乐世界去念佛。上去了，念完之后啊，下来了，下来凡间了。请问大家呢，48愿有没有这么说啊？你现在在娑婆界就可以到极乐世界玩了，玩一玩还可以下来了。你到极乐世界去还会回来啊？我不愿意哦，去了就赶快去了，我还下来。那我下来多危险啊！轮回入险，我请问大家呢，哪一个祖师有这么说过啊？哇，现在奇奇怪怪的说法一堆啊！可是我们现在人就喜欢标新立异的东西，哇，他讲的越奇特，越吸引人。末法时期呀，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你不跟经典对照啊，你很容易就误入歧途了。今天假如有一个人跟你说“我明心见性了”，他铁定没有明心见性。为什么？我明心见性了，他有没有我相啊？他还有我证了，我证了，我见性了。哎呀，这个《金刚经》有时候读一读还是挺重要的。你看，须菩提说，
佛说我则无真三昧，是佛说的啊。人中对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我不作是念，我没这个念头啊。我是离欲阿罗汉啊，我若作是念，世尊则不说我是要阿兰那行者。啊，一个人还会我是阿罗汉了，我明心见性了，他铁定不是阿罗汉，他铁定没有明心见性。哦，我们现在的口上就挂着我度了，我证了，我说法了，即着我人众生受者相啊。哦，所以《金刚经》这一句话不能忘记哦，重复了好多遍了。即着我人众生受者相啊！你们以后听到人家说我明心见性，哇，不要一下子又要冷静啊，冷静啊！哇，这个我看得金刚啊，这个是能破一切呀、啊。哦，我们下一节课啊，拿几段《金刚经》老和尚的开解啊，我们来探讨探讨啊。啊，不然呢，现在群魔乱舞啊，我们得有判断力才行啊。这个末法时期啊，真的是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我们前面跟大家提过好多次了啊。那判断善知识不以神通度众生啊！啊，我都听过那个着魔的，说哪一个人往生了，到我的道场，我把他度到极乐世界去的，你还相信他？释迦牟尼佛都说他没有度众生了，他那么厉害，一开口就是谁我度的了。我把它超拔上去的了。所以看破啊，是明理啊，不能着相啊，不能着事相啊，放下这个事相啊，是修行的重点。好像还有一些想讲，不过时间已经过了啊。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啊。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